台湾话，想尽办法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想空想胖。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示意计划性的想尽各种办法去做坏事。例，咱这边的人太老想空想胖，无像英文的遐单纯。我们这一辈的人比较会想东想西，不像上一辈那么单纯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